你说过会遇到三次危机吧？那第一次危机是什么？爱情。你离我这么近，就这样靠得很近，没亲到。为什么？我紧张，该怎么办？行动。不是我跟崔雅珍说了什么，而是我听到她说了什么。韩世金对我，他说金秘书就是荣德瑞商会长本人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，青谈动爱丽丝。